欢迎我们的小叔。我的心情呀，属实我还没太准备好，但是回首就给我送了一个樱花，非常啊，是非常的激动啊，非常的激动。我也想对我的诚信哥啊说一下啊，感谢诚信哥送来的樱花。诚信哥啊，我们再接再厉，下次我们还会中的啊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我们的采访呢就到这样。接下来呢还是要转接我们的第三现场，来到我们的4823的频道。现在呢由我们的菲儿唱一首歌送给我们的诚信哥，来，掌声欢迎。好，来首歌送给我们的诚信哥啊，再次感谢诚信哥送来的樱花。你的过去我不记忆，现在这首歌自己玩的挺嗨呀，还行。 Make you check your body. If you're mad at these, make you check your body.
着一些往事，哇好低哦，泪干了学会去忘记，爱在冷风中望着你，看着背影慢慢消失，回忆比你甜蜜，当懂得珍惜来不及，不是人非悲伤不是，深夜自言自言自语，人生如戏逃不出格局，说好也许现在过着幸福日子，珍惜相爱，忘记了格局，让秋风回过时光随心所欲，说伤心后换来叹息，没能和最爱的你在一起。一些往事，泪干了学会去忘记，爱在冷风中望着你，看着背影慢慢消失，烙印回忆对你歉意，马下去了，当懂得珍惜已来不及，物是人非悲伤不是，说起人生如戏，说好了不去，说好我心安理得。好，唱到这唱到这，谢谢谢谢啊。谢谢师傅家大哥手下留情。好嘞，月月呀，是吗？25连胜了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石头，也谢谢深蓝哥，也谢谢爱民哥，谢谢谢谢。那嗓子现在是不是还是哑？总是还是哑哑哑的。这我本来想着休息两天，直接标下赛的时候回来就播一下，然后这两今天一看，那个积分掉了。什么是积分？你说的？就是那个年度积分。就掉出去了，掉出去了，就差两分，差两分，然后就得追这个任务，那个现在这个真爱万万岁这个任务，然后追上了应该就没事了，追不上的话啊，对，哎呀，这两天我没播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心可大了，可不是咋的，谢谢我们的那个神友，谢谢谢，感谢大家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心太大了，那你就平时的话少唱点歌呢，完了之后跟大家多多互动，谢谢我们的人质就只能聊天了，唱歌唱的很少了，现在还有几天就标签赛了，标签赛几号？13号吧开始，你报的好像是我报的是17号开始，里边好像好多咱家的，你报了几个标签啊？就报一个呀，师傅报了好多标签都得一起打呀，比如说。报了就脱口秀呀，然后还有什么 MC 呀，就是每到那个标签你都得打呀。你打完了之后，你在年度的时候可以选择呀，你可以选择进哪个赛道啊。我是都想报的，他们的话我建议就是都报。没有，我就报了一个。公会没有提名，优秀的话有积分，积分会分给他们。明天报名就结束了。对，应该是有分积分的，要不然我的积分不能这么多。你报的是什么呀？唱歌吗？没有，就报个 MC， 硬喊一个麦。哎呀，那麦喊的，成难听了。你脱口秀你也报了，姐姐，你看了视频都报，不一定。行，脱口秀报名人太多了，师傅。多打啥打呗，打不赢还打不输吗？哎，手机听。画面比较重要的，你必须得有画面啊。
这么对、不管是其实你说上年度不就是为了一个蹭一波热度吗，和画面、还有知名度什么的，让你粉丝团结一波什么的，干就完了。应该是标签，还有一个是歌舞标签，唱歌那个还有一个标签应该是自动过的。那个唱歌的好像不用报吧，师傅？应该是自动过的。嗯，我建议你都报了，到时候可以多选择。谢谢我们的呵呵，谢谢。拜拜，师傅。拜拜，谢谢大家。碰瓷儿也行，必须的嘛。只要上就有机会，你要不上的话一点机会没有。哇，终于解锁了，善良哥。大天使。报道完毕。好嘞，善良哥。谢谢。流氓天使。对，这个属于流氓天使。我啊，报哪个组啊？我报哪个组不知道呢。你看今天有没有导演吧？如果有导演的话，如果有导演的话还好。如果还好，那估计导的是老厉害了。但是不好打，今年比去年我觉得还难。召唤好嘞，我过一下召唤。约麻将局去了，好嘞，又打麻将呀。完了，大家没有过摘肉的吧？摘肉大家来过一过，我把弹窗发一下。你没有接，你是不是在唱歌呀？师傅好啊，我还在闭着眼睛唱歌，等等，四五年，现在有点放不开。等我过两天我吃点肉，我现在这两天没吃饭，不敢太剧烈的运动。来吧，让我们的九儿来首歌吧，这时候小徒弟唱歌老好了啊！有点关注的吧，我九儿的关注也点一点，正好我休息一下啊。来吧，接下来时间叫我们的九儿。好的，师傅，那我来一首。没有在我师父唱过的一首歌叫《云朵上的枪弹》，送给大家。谢谢老师傅，谢谢各位哥哥姐们。我站起来唱。像云朵的家乡，你这祖先的足迹，可传续将千百年的沧桑。吹响那古老的羌笛，唱起代代相传的歌谣。这首歌叫《云朵上的枪弹》。一朵朵白云
在云朵上的家乡，迎着祖先的血航，迎着那压不完的脊梁，挑起那激情的歌唱，唱起代代相传的歌谣。谢谢啊！我估计被我的徒弟25连胜今天中断了。谢谢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哈！谢谢，感谢我们的九舅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，我二舅，谢谢。如果点关注的话，把我们的九儿的关注也点一点啊！好听，谢谢他唱歌，因为他唱歌，他是少数民族，他是云南的，唱歌呢就。比较就是可能他那个调调吧，跟咱们就是可能就是不太一样，他有独特的味道，所以说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师傅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，谢谢，哎，是九舅吗？好像是九舅吧，是九舅，九舅，谢谢、嗯、thank you。现在这样，这个最近的话是十二去了，谢谢十二哥。最近的话，你是一天播两场还是一场呀？一天播两场。一天播两场，那还好。嗓子现在还怎么样？还挺好的呀，我感觉唱的还可以哈。还行，最近嗓子还行。我感觉好像是背景换了，是不是粉色的？对，我这个背景就是过周年庆的时候就换了呀。那一直没有换吗？我记着好像是灰色的呀。之前是蓝，之前是青色的，完了之后就是过周年庆的时候搬家，然后就那现在就是稳定了吧，比较。谢谢，感谢二舅，谢二舅，谢谢，感谢二舅，谢二舅。哎呀，没事的啊，谢谢，感谢二舅。我二舅好久没有来看我了，谢谢二舅。那现在还是那个8点直播吗？对，下午的2点到4点半，晚上的8点到10点半。就没有太晚，是不是？谢谢二舅，谢。对，那挺好的。大家没有点关注，还得点点关注。咱俩下午的时间点可能，晚上的时间点有点创，下午的时候没啥事的话，大家可以多去溜溜的。这是一个小徒弟唱歌，可能以前吧，大家有的不认识。现在认识的话可以多多支持一下，没有点关注的点一点哈，把你师傅的牙打没了，你能不能别沾边来，你这牙本身就没有了，你还沾边来，见着一个被打你就说牙打掉了。今天有头发，我师傅家我师傅家哥姐们承让了。你要播到几点？哇，我播到10点半也状态好的话就延迟一些。那10点半，我看一看我10点能不能团。你要是10点之前不下的话，我带你团啊。好的，谢谢师傅，谢。好的，那个九儿家的兄弟姐还有舅舅们多多准备点，帮帮我们的九儿。他那样破费了。没事。我看你很少打团也是不是？对，很少打团。没事的话，跟他们好友的什么的，有差不多的实力啥的，完了抱抱团玩一玩。一天来个一场乱斗，也下一个乱斗的时候，你要正常的话，应该你的段位应该会升到王者了。
现在还没有到王者、嗯、你应该也很少乱斗是不是？嗯，对，我乱斗的场次会比较少。师傅再见。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对，这个是小徒弟，他是云南的，团战的话比较长人气。哎呀，不用在乎那个，没啥事的哈，兄弟们。嘿，连胜没有，咱们再来嘛。对，他属于小五定的。没了还会有的呀。刚才那个刷礼物是九舅，一个九舅，一个二舅，他大舅，他二舅，都是他舅。来个这个歌送给大家。卡住了退出去再回来就行。嗯，刷啤酒。
别往我脸上糊油了，都冒油了。欢迎那个小叔，把小叔哥抱一下。很紧张，然后啥叫翻新？他就是翻新。不懂的点关注，百度一下就不要在这问很尴尬的问题。说唱一首歌，大家喜欢的记得点点我的关注。谁是谁的唯一？谁能保证自己？谁把谁抛弃？靠谁不如靠自己？幸福到来谁如意？谁是谁的唯一？谁能保证自己？谁把谁抛弃？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人生能有几多回合选择自己的路，别人走的路有着自己的苦，不要追求太多，那是一种束缚。人生都有不如一别，把它放心底，人生才有意义。谁是谁的唯一？谁能保证自己？谁把谁抛弃？靠谁不如靠自己？幸福到来谁如意？谁是谁的唯一？谁能保证自己？谁把谁抛弃？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人生总能有几多回合选择自己的路，别人走的路有他自己的苦，不要追求太多，那是一种痛苦。人生都有不如一别，把它放心底，风风雨雨都要经历，那才是真理。世间自有真情一别，把它藏心底，敢爱敢恨敢去拼搏，人生才有意义。
是有些紧张，因为我就是喜欢老大也有很久很久了，然后等到金牌过期了之后，也今年金牌过期了，金牌到期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你是不是也是站着直播呀？嗯、欢迎是我哥、嗯，我以前是坐着的，因为我看老大站着，那我不能坐着呀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要不、okay. 你是不是站着紧张？我们坐下来吧，要不我们坐下来聊啊？这样我放个、嗯、稍微放一个小背景音乐哈，你找个凳子稍微坐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啊！我看你声音都特别特别的颤啥的，嗯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因为我以前的时候，是我哥上错号了，卡黄卡黄。OK OK， 长虹老师，哇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卡黄哥送来的锦鲤哈，我在这边致敬你卡一下哈。OK， 好。我之前的时候，我经常的有偷偷的来看你直播，然后看你直播的时候自己。啊自己会忘记自己的直播时间，然后就后来不敢看了。我就会在就是就在直播结束后就来听你的神曲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声线特别好听，就是今天稍微有点紧张。嗯，等待会儿听不紧张的再唱，是是是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。嗯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不紧张，但是看到你的时候还是紧张了。别紧张，这有啥呀？就一家人，再一个咱都是主播，没有必要紧张啊，没事。再一个你都已经播了应该有几年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四年了，但是停了一段时间。嗯，被封了、嗯、他们说你是被封了吗？对对对，嗯，那边我不肯续约，我说我刚开始过来这边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犹豫，我觉得就七彩的大家都特别优秀，然后有点不敢过来。但是后面想了想，我觉得你也很优秀啊，你也非常棒呀。谢谢白莲哥。嗯，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夸奖。还有说，哎呀，唱歌都让人心疼了。可能是你唱的歌是不是都是柔柔弱弱的那种，就是比较柔情的？嗯、对对对，比较柔情一些的歌曲。嗯，就是我的声线好像是比较细一点的，嗓子比较细一点。嗯，刚开始都会紧张，慢慢就好了。嗯，刚开始都会紧张，慢慢就好了。没事，聊会儿天，我稍稍那个来一个小小的背景音乐哈。好的。好。我来之前觉得我不会紧张的，可是上来还是紧张了。不用紧张，就是来到这儿的话，你就跟自己回到娘家一样，真的。而且咱们家绿九九军团的兄弟们，你是没洗头吗？别吵吵，自己发一组六六。而且就是咱们家兄弟来都是真的，就一看一上来就哎呀，我又找着初恋的感觉了，又六六啊，又太紧张了啊！哎，要不说别紧张，我不是好人，一看就非常喜欢你，所以说你来这跟家一样，不用紧张啊。现在兄弟们没有点关注的，给我们的那个胭脂也点点关注，手机上方有个小加号，也可以点点关注哈。欢迎我们的花猫，没事你再找一首就是比较拿手的歌，再来一小段啊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深呼吸，以前我也紧张。现在好了，可能是我直播也是久了的事儿。现在好了，没洗头啊，丫头，你自己来组溜溜。我是觉得就是，嗯，哎，我要说啥，我忘记了，咋办？这不能跟我学，我属于鱼的记忆，就是转手就忘的那种。你咋也忘了呢？写条的写首歌，自己来组溜溜，明知故问，这是连麦。嗯，这是连麦。说没洗头的自己来组溜溜。嗯，哥哥们亮这得找个借口是吗？我是真的很紧张，然后我的头发全部汗湿了，就加油，来再来的时候千万不能紧张啊。嗯，好，下有点像开直播，我开直播那个刚开直播的样子是吗？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像吗？有一点点不。今天送的没出奖吗？可能送的礼物不一样。物流哥在那哪儿？在包裹里边，你看有吗？谢谢你的花猫，谢谢一毛党还有三毛党的兄弟们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系统什么保险啥，那都是骗子，千万别相信啥的，那都是骗人的。只有星星才能抽奖吗？
是的，对的，只有像星星30个以下的，60个以下的，像30个、10个一个这样的，65个都抽不了，必须是66，完了1314这两种比较合适。如果就是如果就是条件可以的话，像我们燕姐，谢谢宝贝哈，谢谢三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就是刷星星66完了去抽奖，或者1314抽奖。感谢宝贝，谢我们的胭脂，谢谢宝贝送来的礼物，谢谢我们的花猫，谢谢。欢迎冷风哥，师娘来了就剩公爵了，嗯，师娘现在好像就是公爵吧，我看一眼，应该现在是公爵吗？不是，现在还是侯爵呀，但有一个号是公爵，他好几个号呢。这首歌你好久没唱了，来首什么歌？哎，对了，大家有没有会写段子呀什么的，可以可以发在那个公众微信号上，就是两分左右的段子可以发给我，没事的话我拍小视频，你们的段子都可以给你们拍，只要有才的有文笔的那种会写的话，可以发到公众微信，公众微信号是 FE 啊，是不是？对， FE69JT， 会写的可以发一下。军团的缩写，嗯，谢谢我们的强强。今天我老大，今天我分手了，想听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。你等会儿的，有稿费吗？我拍我都不要你拍的费用，你还要稿费？我把你的故事拍成了那啥，跟你宣传了，你还要我稿费？也可以发邮箱 qc1789@qq.com， 嗯，也可以发这个邮箱。欢迎麻将哥，啊，将哥晚上好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投稿到时候你把外围号啥的留上啊，完了叫什么名？欢迎人气哥。就是你可以们把你们不用那个啥，不用写的特别细也可以，就是大概的也行啊，大概的也行。故事啊，最好是写的就是多一点，两分钟左右的段子就可以。丫头，啤酒喝光了吗？没有，哪有那么好的酒量？我从来不喝啤酒。放出来了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能唱个九岁的蝴蝶吗？生日这个没问题，来吧，他听你唱啊。记忆悠长，这是我们的祝歌。我发现了，你真的哈，你跟的是跟小时候是一家的，你俩绝对是亲兄弟。像我一面成魔哥，谢谢 Thank you， 谢谢慧哥，谢谢小康哥，还有小米哥，还有守护，谢谢我们的强强，66才能抽奖哟，66的星星才可以抽奖。团战呀，团战的话咱家现在没有条件啊。
欢迎海川哥，等会儿看看再说啊，等会儿看看再说。欢迎海川哥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上跳！谢冷风哥送来了千元宝，不行呀，那海川哥也不能帮我打团啊。凡是来我唱歌，来我直播间听歌、唱歌什么的，海川哥80%都是在开车。欢迎我们家英王。春去尽千花，不是我说的开车，的是他是线下啊，线下不是线上开车，你们想啥呢？是那个就是平时开车啊，平时那个开车，你们就想听拉萨你就得了呗，吧听点不给你们唱，阁下有机会听了是不是？谢冷风哥，感谢冷风哥 ，Thank you， 谢冷风哥。哎呀，你们太热烈了，给人吓跑了，估计是又开错号了。一遍了哈，再以后我说了一遍，就不要在那儿，不要在那一门去说这个事情、这个事情、那个事情哈，让人反感。谢我们的守护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毒酒。天降神豪，有点难哟。欢迎精彩哥，就属于暴蒙状态去抱团吗？嗯，主要这个点太多了。噔噔噔噔，大哥挺会点，那是我欣赏品味绝对是高，基本上来的话都会点这首歌。啊，还得下架架呀。谢物流哥，感谢物流哥，感谢秋哥，感谢秋哥。有小六六的话，可以上一上小六六啊。物流哥，你可以抽奖上啊，谢谢。感谢一把有黑毛的小六六的兄弟们啊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的七彩蟑螂，谢谢我们的飞如雪，哎，谢谢我们的蟑螂哥，感谢秋哥。这满哥，那个满立明哥，你不要那个啥，不要刷一个个的星星，这样不能抽奖的啊，不能抽奖的，差的不多，俩硬花就能给咱偷了，咱必须啥呀，必须保证咱得两万啊，必须把打得两万，不能再少了。谢谢我们的死神啊，感谢我们的风之哥，感谢我风之神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知秋哥，我相信咱们家可以的，别让师傅还有风云哥回来看咱对型不像对型。感谢秋哥，谢谢秋哥，玩了怎么样？感谢若尘哥，谢谢。得有这个气势。感谢若尘哥，水晶球。我要给你们换曲了啊！准备好小六六，最后30秒。谢我风之神，谢我的洋洋，谢谢。能收塔的帮忙收塔啦！谢我们的风之神哥，谢谢，感谢红心哥，谢物流哥送来的锦鲤，谢谢，感谢明峰哥，谢谢。我一放这个曲儿，完了，恭喜上。谢明峰哥，感谢我们的凡哥，谢明峰哥，谢凡哥，谢我们的杨哥，感谢杨哥，三个，谢谢大家，谢谢 ，OK OK。刹车啊，刹车收，嗯，好，谢谢，欢迎新来哥哥们，欢迎。我问一下，切哥，你这是什么插件啊？我他妈卖不出去。没有，我这插件确实挺有意思的啊，这插件你看啊。你看我这插件就是可以显示多少钱，知道吗？在你直播间里边消费多少钱，知道吗？而且有等级。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，茄子？哎呦我操，我这是差不多吧。厉害了。哎呦，来一个必须得哎呦我操。开玩笑、啊、有人说他买的七万鸡呀、啊。嗯，对面三位承让啊，卖出去一个了。啊，卖出一个！这是真不开玩笑，这是真是卖的呀、啊？不是，
不是真实卖的。完了以后，我们家做了这么一个等级。你要是回头完了以后，该说不说，菲尔挺好的啊。就是这个插件呢，你要是愿意用的话，回头你看一看。就是咱俩打匹配的时候，我让你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你要是稀罕的话，我给你整一个。啊，我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我不知道，我还真以为没插件呢。他们说开玩笑，哎呀，还有说开玩笑，还有说啥的，真是我不知道。那个是看，就是看那个直播间里面刷礼物等级。对，你就看能看见他就是刷了多少礼物，完了以后在你这个直播间里边就是说的话也好，就是等级消费高的说话就是颜色不一样。哦，嗯，这厉害，是不是就跟那个他们玩的那个就是玩的那个游戏插件类似差不多呀？比他们那个专业多了。行，谢，感谢最美哥，最美哥那鱼给我留着啊。谢谢我们的地瓜，感谢地瓜，不太懂，到时候咱俩连的时候，连的时候我让你看一下，你再教我啊，让你看一下，看的是什么？哎，我也挺好奇的，我这好奇心老重了，是吧？一个月的消费，对，一个月的消费记录啊，光棍节111元，这光棍节呀、啊，今天是光棍节，是光棍节吗？今天动画片，不是，我操，双十一呢？女孩子比较购物，哎呦我，购物的时间，这咋了？乌了哇啦了呢？看到 ，Hello， 没有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 ，Hello， 那我先闭麦哈。好的，不用啊！呀，我们两个怎么玩呢？都行。刚叽里哇啦是因为碰上那个二次元主播了，然后也没啥票，可能就有点那啥，挺就是说话挺刺耳的那种。对，对。行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喽！欢迎昊天哥，给你们放一个曲啊！哎，那我们拉票还是来吧？好，两边一起拉。这是昊天哥吗？咱家能动一动不？太难了。哥们儿，让我们一起一马当先走起来。哇，这有铁公鸡。哇，谢谢刘开发哥。王哥，太长了。我们能上到有二卡吗？老板？谢成哥。小王哥。哦，这不是那个昊天哥。再次感谢刚才王大哥，谢谢陈哥，感谢大哥。哥哥们，最后的30秒，最后的30秒，我们加他一起走一走。感谢我迪成哥。哇，这就感谢大哥，小星星哥，好收。好，那个大伙儿节日快乐啊！那个对面主播，咱俩怎么玩啊？拉票吧。拉票啊？那你先拉吧。一起拉呗。我不想跟你一起玩。你先玩好不好？我后玩啊。OK， 来，你先来。姨，你帮我放音乐。那好的。来了。我数到三就开炮了，做好准备。我只有这么土的音乐。1、2、3。Thank you.
好了，兄弟们，可以上票了啊！那我音乐就不停了。兄弟们，动手了！神秘之妹。这是干啥呀？动动手了！哪是坎坷，哪是亲家？哎，对面上了，兄弟们，上票了！感谢我多，感谢疯子。OK。哎呀，到咱俩怎么来呢？没开麦。对不起，我没看到。咱俩都行，你要拉票吗？嗯，来吧，那咱俩是一起来还是一人一半的时间？啊，一个都行，一起来吧，我反正也没有，我没有票。天，都是这些人给我信心。一个人说，我操！来吧，那你放歌吧，咱们也来一个，到时候我先录一个。重来。由一毛党的兄弟们开始了啊！我们家有没有一毛？我们家一毛，给我一毛，谢谢。太难了。站站站！有亮亮的双亮亮的心想，有一毛党的可以刷一毛党。感谢我点高的亮亮，谢我点高。我们家有没有一毛？走走的，走过来。感谢我的玄哥，谢谢。感谢我的玄烨，谢谢。我们家一毛一毛，走一走吧。丹丹，你要啥？我要1314棒棒糖，星星也行。我要火箭。我们家有没有追追的？天哪！感谢我们的雪莲，谢谢我小雅的幸福留个。场面已经控制不住了，已经控制不住了。我们家追追，我们家追追。哎呀妈呀，有没有走过路过的明天哥？感谢我打工的六六，给我点歌，我们家一起追一追吧，我们家一起追一追吧，谢我点歌，谢我点歌，谢我点歌，我们家一起追追吧。我差的不多，差的不多，哎呀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的个天！谢我点歌，妈呀，谢我点歌，我们家追一追吧。感谢简单，不对，我有错。检讨的第二。嫌我哥，嫌我哥。谁？我真的。冷风哥，冷风哥，你先不要动。冷风哥，谢我们七色光哥。目标2万票，谢我们七色光，谢一毛党的兄弟们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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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他蹦起来了，嗯，太惨，凄惨了。欢迎小师傅，差的不多，差个35还不多。哦，那啥，啊，那个，这边主播有点尴尬。这边主播有没有要到齐啊？啊，我不会说话，没事，我不会说话，都不太会聊。我知道，我有没有要到齐的？要到齐的，我还没签金牌。呀，这有意向啊，咱俩下一个来。啊，咱俩下个好友，宝贝儿来。哇，你加我吗？还是对你加我，上方有个加号，你加我就可以了。点一下，对，点一下加号就 OK， 点一下加号完了以后就可以。好嘞，宝贝儿，一，好嘞，嗯，这样的话你加号点完了之后，咱俩就有好友了，你可以跟我说句话。嗯，好嘞，好，谢谢菲尔，谢谢。哎，你们都是那个什么儿随机上来的吗？我们是好友，我们就上来玩一下。然后第一轮为啥叽叽喳喳？你也可以碰到二次元主播，然后就嘴巴有点毒，你知道吧？有点攻击我们主播，我就有点气，我就炸他。你怎么了？他们说我们就吼他，我骂不过他，没事，该炸炸我就吼他。你比累的，我说啥呀？比累。我不骂他，我吼他，我跟他比嗓门大。这是金牌吗？不是，我也没有签金牌。嗯
我也想。啊，你。谢谢谢谢，七彩欢迎你，搞得我好害羞。七彩哥，你说你长得不好意思了，上把也是。咋呀？我是被你那个架架架的气势给镇住了。啊，有意思啊，还不如你们手数到几呀？要没有金牌的话。我没有签金牌，我们都是新主播，然后都还没有签。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新主播可以的，欢迎你。可以考虑一下，可以考虑一下七彩啊，考虑一下七彩。七彩是啥？七彩是工会吗？七彩，拜拜，祝你们吃鸡成功。好嘞，拜拜拜拜。太难了，太难了啊。OK， 哎呀呀呀呀！哎呀 ，Hello， 晚上好。哎呀呀呀呀！死亡的一局。这家伙，这个团队有点太强啊！哎呀，多少准备吧啊！兄弟们，准备啊，准备，咱家准备啊！这票还没准备拉票都六千多了都。来吧，我放取了。感谢我，感谢我九舅，来吧，感谢我小舅，欢乐小舅回家。来吧，太难了，太难。对吧？哥哥们，这是咱家的最后一把，这是最后一把，大家清空开，清空的清空啊！谢谢谢谢，感谢我李腾哥，感谢大家。我是死机了，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，哥哥们？哎，宝宝，这后面咱就是那个秀扫兴哥，咱们往开行吧。感谢我哥大哥哥哥姐姐们，我们来上票的，我们来一起上上票啊！哎，动作小手，兄弟们啊，动作小手啊！还没反应过来，真的都得两万票了。来，哇，谢我叔叔哥，哇，谢我小舅，感谢我小舅。哎呀，来了一堆票，感谢老铁，感谢我杨仔，感谢我熊猫叔。来，兄弟们，动作小手，感谢我黄哥。哇，感谢我舅，感谢我小舅，感谢我九舅。啊，动一动，稍微玩，动一动，来，兄弟们。对对，没错的。虽然很猛，但是我们稍微动动啊，没毛病啊。感谢小林。哇，谢谢我小舅。感谢小阿坤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，看看兄弟们。感谢我小舅，感谢我江水哥，感谢咱家兄弟姐妹们。感谢我们的杨仔啊，来老铁，上网上网票，感谢我们鱼类朋友的幸运。哇哇，差得太远了，差得远了，小心投降吧。感谢大家，谢谢谢家人们。最后的十秒钟，最后的十秒钟，大家坚持住啊，大家坚持住。谢谢，好，收。好。好，哎呦，我这压力太大了啊，压力山大呀、啊！第二轮很关键啊！谢谢哥，来，咱俩直接开始吧。好友吗？啊，直接开始吧。好吗 ？OK 吗？看我没听着。来，你放个水吧，你放个水吧。好嘞，哥，好吧，来，你放个水吧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可以动手了。兄弟们，我们家没啥条件了。到手了。然后呢？这个时间。有档先上一上，好吧？兄弟们，有散票玩，整一整。哎呦我操，到手了！先把这个票推过去，好吗？卖区上的大哥大姐，到手了！感谢沈总。谢奥廷哥，谢感谢我朵啊！感谢我朵，感谢我朵啊，兄弟们，有一手是一手啊，俺把这个票往上整一整了。兄弟们加把劲，中能食材火焰高，我们试一试，看看第二把啊。要不就放弃吧，我觉得。是啥呀？这散票拎了挺狠呐、啊。幸好有你哥，感谢半生哥，一毛党吧，全换最行吧，对面都已经9000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
感谢糖果啊，就这么地吧，哥哥。还剩30秒左右的时候，千万大伙都准备一首。现在开始上1314了，对面。兄弟们啊，救命啊！40秒，这一轮不能输啊！给我顶住了。30秒，开始了，上票了。感谢门牙啊，感谢疯子，把票往上凑一凑了。兄弟们，行吧，我觉得咱还熟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感谢我朵啊，感谢坎坷，感谢兄弟们。能支一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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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难了。OK。我这下看着票数，我们上不动了。咱俩班了。咱俩咋来？是一起来还是另一半？你先来还是我先来？投降宝宝，是时候投降了。没差多少，硬追就追上了，我一点都不敢松懈。不要不要放松警惕啊！不要放松警惕，有可能这是计谋。现在有散票可以上一张小散票哈。咱俩咋来？谁先来？结婚我们顺打。你先吧，我的耳机线缠挂住了。缠住好嘞，那我先放圈儿。兄弟们有票的话，可以先上一上小散票啦。齐刷刷的队形要走一波了，留一半的时间。投降还是拉票呢？我现在拉不动了，等会儿啊，我放一个。兄弟们，一毛的给我点起来，好不好？我是上下西月，进手电的送你走什么车呢？这个加词儿太恐怖了，这个加词儿太恐怖了。该说不说，你就给我走头啊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了啊！来，这一点，这一点。追不上了，追不上了，就这点亮了。红色烽火出尽凶猛的秀。哎呀，谢我风英哥，谢我风英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OK， 对面的三位主播成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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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太猛了，不太厉害了，真的。其实我没碰着你们。干到第二波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怂了。嗯。其实还行吧，我觉得你们也挺有料的啊、哦。嗯，只是第一把完了以后，九人开头开的好，我操，这家伙没怎么样，咔咔1314。谢谢最美，谢谢谢谢谢，感谢你的最美还有凡哥哈。其实我知道你们有，就是没有上而已，就是没有上而已。谢谢谢谢啊。咱走到最后一轮了，相互点一下加号吧，来。相互点一下加号，完了以后没加好友都加一下。咱家兄弟没有点九人关注的，给九人也点点关注哈。啊，对，给九人点点关注。哎，我跟九人有、喜欢我们的哈，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哈。关注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。谢谢小师傅。嗯，险胜险胜险胜。咱俩都是69开头吗？好像是哎，差的票数还是挺像的。啊，今天是准备来抱师傅和七叶哥大腿的。欢迎扁扁，欢迎扁扁。没事吧？开麦聊会儿天儿，好像宝宝成功演了续集啊，又演了续集，第七季吧，还是第八季？
形势怎么？我到第二把的时候，我到第二把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，就是会遇到七叶哥和那个菲尔嘛，然后我就觉得续集要开始了。你们经常一起逛超市吗？这个组合有问题，好吧？对的对的，红桃都换汤不换药。我跟红桃的组太难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跟红桃每一次哈。就是也不是说家里边有时候有点亮的时候都会遇上大主播，就是家里边条件嘎嘎好的那种。嗯，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太多的条件，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，就上来我玩一会儿，每一天没事我就跟菲尔完了以后组个队儿往上整一整啊，完了以后打完了以后，菲尔他说对面有没有到期了？有没有到期了？有没有被千机买了？哥哥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带带我呀？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拜拜拜拜。我的天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这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星星不要一个一个的刷，你们有的时候问问到不到气，我都不好意思问了，真是的。人家笑话我们嘛，可不是嘛，都不好意思了。谢谢小师傅啊，谢谢兄弟们。哎呀，谢谢那个轮回哥、火龙哥、好嘞、玉峰哥，拜拜拜拜！谢谢，感谢我冷风哥还有凡哥，谢谢你们的木。穆小林哈，谢谢穆小林，谢谢我们的物流哥，还有那个沧海，还有单纯无心死神红心哥地瓜，还有看海，还有我们的七九凡哥，公会说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呢。谢谢我们的小坤，还有我们的无所谓，谢冷风，还有雨辰，谢我们的跳歌舞，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哥，还有龙兰哥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三票，感谢，这三票挺给力的啊，兄弟们，挺棒挺棒挺棒。七彩施工会嘛，他啥也不是。啥人都能碰见，还挺有意思的。笑出眼泪了。七彩是什么？七彩啥也不是。七彩是一个组织，给兄弟们来首歌哈，给小叔也唱首歌。哎呀，我看看，我来一个啥呢？谢谢我来了，谢谢。这个我好像是唱过了吧？是落叶飘零的秋，我站在拥挤的街口，静静守望你归来的温柔，再次温暖我寂寞的等候。有时候要南飞的时候，满天秋雨诉说着离愁，去回望你远去的轻舟，泪水模糊我无助的眼眸。
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。我的小白帽子好看呀，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别嫁嫁嫁了，都已经嫁完了，今天不团了啊！跟们兄弟们说一声，今天不团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可以了，很给力了，兄弟们！谢谢我们的糊里糊涂，还有我来了，谢谢李健哥，还有仙人掌，以及最美，以及我们的龙哥，还有谢谢老风。昨天晚上我们都团一波了，嗯。谢谢我们的仙人掌哥，欢迎陈部长哥。但团的时候或者是乱动啊，确实是长人气。嗯，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不团了呢？就是跟你们说一声，别留了，嗯，别留了，饿。不团了，不团了，不团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玩几天就行了。但是团的话，如果要是真正碰到真涨人气，有的时候我那车都能干1000多，人气蹭蹭往上涨，有好处，嗯，确实有好处。但是天天的话。天天的话不好，嗯，一天一个两个还行，太大了不行。那工作室谈的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，嗯。欢迎咱守护团还有战士团的兄弟们，欢迎游客兄弟们啊！听听我的格局走了，格局的话前面有点低，我可以高点唱着吗？先给我四哥来个格局哈，稍等一会儿，四哥上岸不容易。一会儿他还要走呢。当爱牵着一些往事，泪干了学会去忘记，爱在冷风中望着你，看着背影慢慢消失，老一回忆对你牵引，当懂得珍惜已来不及，物是人非悲伤不是，深夜自言自语说起人生如戏，逃不出格局，说好的在一起却多了差距，如果没有离开这场剧，也许现在过着幸福日子，真心相爱忘记了格局，当秋风回过时光随心所欲，牵着一些往事，泪干了就学会忘记，爱在冷风中望着你，看着背影慢慢消失，老一回忆被你牵引，当懂得珍惜已来不及，物是人非悲伤不是，珍惜相爱，忘记了歌曲，要求
却多了差距。如果没有离开这场剧，也许现在过着幸福日子。真心相爱，忘记了何去，让秋风挥不时光随心所欲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太好听了。嗯，我接个乱斗啊，正好。嗯，我觉得小散票我们就刷小散票就行。一会儿我今天我也早点下，要不嗓子太哑了。团不团了？不了。告诉你家大哥给我低调点，听明白了，菲儿。嗯，他没在。你家都谁在呢？目前？就一帮兄弟啥的。一帮兄弟，今天就解散你六九军团。嗯，你这是刚开完楼是吗？他们说，啊，可以吗？那有没有亮？投了，没事，那投了，那投了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凡哥。妈，直接投了，妈，真是非你喊喊大哥呗，你家有大哥吗？你这样是不是？哎，你要这样说话，我招呼招呼他。你招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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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菲儿姐，你招呼招呼啊。没事，你差多少，哥赢就行，赢就行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叫招了招你家大哥，咱整一把，好不好？他呀，他们真没上下，真没上下。一会儿给你们唱《陶爱》，《陶爱》那首歌不是特别难，说散票啥的可以。散票就散票，小点散票啥的。散票。但是没有太多，我尽力帮你啊。尽力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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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来。啊，那我尽力帮你。你先来。行。我跟我说说吧，赢就行。那我不耍，不，这赢不行。那个，啊，你没事，你拉你的。我跟我大哥打字唠嗑吧，行，有点费劲，我现在我这智商情商太低。行，兄弟们有小六六的话，我们就来个小六六就好，直播效果哈，大家别介意啊。有小六六的，我们开走小六六啊！留一点时间，他们家刚开了龙，有条件，咱们尽力帮着圈一波啊！感谢小吃报，谢谢，感谢凡哥。兄弟们说了，说给一手那会儿是五个 W 的榜啊，喊持平持平，我四万九就行。不由自主帅起来，在这里让你自己跟着嗨嗨嗨，来给我的音乐还有我的节拍。我顶一手少点就行，四点九就行。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！新的音乐走入新的时代，新的音乐我们一起嗨嗨，我们等到快乐与你相伴。我是哪个完犊子的说的把三爷给我斩了？
手充六万，我他妈都充俩六万了，俩六万都他妈多了，我充十三万了。我多少了都啥样了，人家都朋友互相捧，懒得互相整，你们这帮逼是什么人都是。对面上了还有25秒了，救命啊，感谢菲儿啊，谢谢菲儿姐姐，然后那个菲儿姐姐家的那个所有兄弟们，哎，你要别把我叫姐的，我叫老了，尊重尊重，一份尊重，你再给我叫的话你叫大叔了，尊重，我本来是散票的，完了他妈的散票散票的吧，完了来了个大哥，完就行，让大哥顶顶榜啥的，就赶上了啊，抱拳啊，下回的下回揍我不还手，谢谢师傅啊，谢谢谢，感谢大家送来的溜溜啊，非常棒非常棒，队形不错啊，兄弟们可以可以，挺好挺好挺好，大家给那个菲儿姐没啥事听歌的，可以上那个菲儿姐直播间啥的听听歌啊，我上来吧，我这一瞅着一给你发的时候大哥还没来呢，完了发上之后大哥就进来了。进来完我就寻思这嘎子，没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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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啥？没事，经常一起玩，兄弟们。对面大哥也很厉害啊，成长了，成长了，成长了。杨哥那个直播有自己的特点，搞笑啊，什么聊天啊。不行啊，我这是，我跟你说吧，我这辈子呀，就通过今天呢，我就品出来了，我就适合有我这帮难兄难弟，咋的都行。就跟我这帮穷说白了点啊，跟穷哥们玩就老好啊，有大哥，除非那大哥包容我，你像那点哥的包容我啥的哈，你要那个别的大哥但凡心眼小一点窄一点的话就废，知道吧，这今天领悟的，今天学习到了，感谢我点哥刷多少我不说啊，就是这个心胸怀抱拳啊，不要讲姐啊，不叫姐不好，就那叫什么，叫老妹儿啊，你叫啥都行，叫啥都行，叫飞儿，其实无所谓，其实无所谓，阿拉飞也可以，阿拉飞，行，挺好，六儿今天挺厉害，挺厉害，挺狠啊，没舔，实话实说的，我帮会舔呐，我有那会舔的功夫的话，什么的大哥都得老多了，你都排不上号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那个莫诺哥，谢谢莫诺哥，感谢我点哥，谢谢我点哥，嗯，我一会儿我得跟兄弟们唠唠，就关于这个大哥这个问题，我得好好的，我得确实是。有的时候直播间是不是也会乱呢？我看有的时候乱倒是不乱，就是林子大了吧，啥鸟都有呗，就是说啥的都有呗，就差不多，小圆我有花爸爸，你看兄弟们我都没法弄，你说舔也不会舔呢，那咋整啊，人有花咱也不知道怎么能把这花弄出来，这是认爹吧，没招了，这一天开会直播吧，这工人认好个爹了，就是认吧，就开始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有花一会儿说给扔出来，给扔出来，今儿确实属实有点饿啊，确实有点饿了，完一天掉20万榜，昨天我还觉得挺厉害的，我直播播的，你一天掉二十，现在可以高了，你们现在就是播了时间好长呀，我就是百八十万是不行的，就百九十万差不多，我对我的榜就是比较知足的，啊百八十万就不行了，厉害，完了对了，正好剩一点时间，这个能不能帮个忙，有点小帮忙，就是我刚出了一首新歌，能不能兄弟们帮我打打榜，叫桃花开满山，我答应你了吗？嗯，你看，啊，答应了，答应了啊！桃花开满山啊！桃花开满山，感谢感谢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支持支持，搜索一下子，桃花栽满山，谢谢谢谢啊！太想念，好收到，谢谢凤云哥送来的星星，大宝剑不要你请。风云哥会请我，大宝剑跟泡脚不一样事吗？笑什么啊？不一样吗？哈哈，欢
人听到抽情歌啊，不一样啊。那你们不早说啊，那你们我一说的时候你们也不告诉我，你们就哈哈哈哈哈哈的，我还以为就是按摩呢，我还以为就是泡脚的按摩什么的呢。你这样会给我带坏的啊。说啥呢？说足疗呢？盲流。换下一话题，我说的嘛，你给我聊逼累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聊逼累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要是赔偿，你要赔偿我的，我可不能给你做大保健，我都不知道大保健是做什么的。你们太坏了，小恩哥，欢迎下一话题，谢恩哥送来的一群，哇，恩哥有中奖吗？周夏夏，周夏夏，我能报的我都报，八卦一下，我看好像我报了吧，应该胖胖帮我报了。欢迎南征哥，这烦人啊。上足疗，再以后不要忽悠我，我一直都以为是足疗的意思。像我们的修心，那个啥呀，那个小师傅会安排你的，风云哥，小师傅听到哥会安排你的。知道知道，我还有一首歌没唱呢，我看着了。你说足疗就足疗，北明上上足疗。天上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天王，他对着笑。南征哥也是来按脚的是吗？我想听万爱千祥，一会儿的啊，一会儿的。你等等等等，等我缓口气儿的。欢迎往事随风。真的，风云哥，我觉得你跟小师傅聊天可像了。他真的是那嘎子的腰，天王盖地虎，包他正喝药。还有麻将哥，你们仨聊天都可像了，可有的时候。那个点梗，我得练下手，别搬不动你掉链子。搬我干啥？我又没多少，你是要搬我吗？啊，北明上周180的足疗，你可以提90，你赶紧的。这是50%提吗？那个北明啊，给你下任务了，这个月你要办不完一个会员卡啥的哈，你要办不了，办不出来一个紫官，你就下岗了啊。先手速好打架，那个可，其实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个66的钻戒老快了。拔丝荔枝是啥吃的？在解锁飞机吗？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回忆荡在耳前，那回不去的缘你挽留成甜甜，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眼前，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拉长想。
歌名叫《太想念》。我说四哥，四哥，你换了好几个号了。桃串老像了，欢迎酷狗二哥。我有后期了，兄弟们啊，我这个怎么不显示啊？非常完美哥，你现在正在已经九级了，显示的。当当当当，我看一下我们的百名进化榜啊，哎呀，差一个，差一个哟，我看看，差一个我们就百元了。再来一个花，你就进前三了，不着急，没事的，挂机睡觉。好的哥，那我听我唱歌的时候你就听着我唱歌，好了，好好睡觉。哥，你行，差一块差一块吧，这个就是我们努力的动力，我们努力的动力。谢谢我们的那个张叔。对，我跟你们，你们不要听那个。想问一个，像我们的酷我二哥，谢仙里的歌。嗯，名我都报完了，嗯，这就不用担心了啊！谢谢我们的梦思，谢谢。名报完了，嗯，进哪个组呢？到现在呢，咱也没定，嗯，咱还没定呢。谢谢天道酬勤哥，还有我们的人生不见不散，还有酷二哥心语，以及我们的字母哥，还有我们的风云哥呀，还有谢谢李哥哥送来的蓝色妖姬。哎呀，小屁孩中奖啦！厉害了！恭喜啊，恭喜我们小屁孩中奖，你要不要卡个黄看看有没有黄马，是不是大牙二牙，这个马甲是大牙二牙甲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啊。哦，你要不要卡一个黄？超过老师关门。哈，你哈哈啥？你是几抽中的呀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几抽中的？一抽？那你说你气谁呢？这一天，我咋不相信呢？两个小屁孩吗？是一个吗？这是一个人吗？竟然来偷画的，关门没事儿。气气你！不是哈、啊，嗯、哦，不是哈、啊，好了吧？北明，这就是北明的事儿，没关注我。我抽半天一个没中，你一抽十抽百抽换着抽，风云哥就好了。他直接在你抽的中间他偷的，他直接在你抽的时候他偷的，指定是。我太难了，风云哥加油，加油！还有券了吗？噔噔噔噔噔，我瞅瞅啊，我的百元榜还差一个，有没有帮我凑一个百元的？八卦一下年度呗，年度啊，年度确实有点难，但是我相信咱还是可以的。
不逗了不逗了，风云哥风云哥你要抽奖的话我就风云哥，你要不抽奖我就不逗了，就聊会儿天。我怕风云哥太破费了。先说这个，这是咱自己家，我得心疼啊。四哥差一个，你这是我们的动力，不要动四哥，这是我们的动力。嗯，这是我们的动力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说啥了。别凑别凑别凑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加油菲儿，谢谢 thank you。 年度啊，年度不一定不一定哪个组，我觉得今年的年度会比去年更激烈一些。我不是你家的，你不是我家的，你真爱十二级啥呀？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，四哥你睡觉吧，你睡觉随便。那你要抽奖，你要抽奖的话我就逗你刷星星，哥你要不抽奖的话我就不逗了。嗯，年度啊，年度咋说呢？嗯，66两张券，嗯，66两张券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团了，不团了，嗯，谢谢四哥。年度1000万能拿第一吗？我哥1000万我拿第一啊，我脑袋得多大呀？哥1000万拿第一？看情况，看情况，这也不一定。还有说，菲儿你是不是报综合组？有可能报女歌啊。这都没准儿。嗯嗯，噔噔噔噔，三千万也不一定。因为啥呢？这个你还得看年度有没有导演。去年咱们打的也挺厉害的，嗯，也不错，去年的战绩也很好了，虽然说没有进前几名，但是光辉的历史已经写下了。今年我告诉你啊，今年好多主播他都不会赔钱上的，你不信你就看着。欢迎一等的心，咱们去新人组吧，新人组可不行。综合呀，嗯，看情况。不一定，我万一去女歌呢，也有可能去综合，不到最后的时候我什么都报，到时候年底的时候不抽了，你乱斗吧。行，那你我嗯，这有点矛盾呀。那行，那我看后边的，你乱斗吧，我听你的后面。哎呀，行，大哥意思是不刷星星了，不刷星星的。对，我还飞哥，我没给你唱歌呢，一会儿那啥，一会儿那啥，我再唱，打回去啊，行。刚才我被我刚才被他打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呢哈。啊，好像是在呢。嗯，修灯有六六的话可以上一上六六啥的，就是别太单薄。萌妹啊，前一部分这把行了啊，萌妹啊，妹子好，妹子是干啥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先帮你圈一波嘛。你就说你收拾我就收拾，欢迎我多哥，欢迎我多哥，欢迎我多哥，欢迎我好大哥，欢迎我多哥。你就说你是报仇就报仇呗。小散片的话上上小散片，我实在是没啥人玩的也是。不可能，你指定是有量了，来大哥了，来复仇了，来吧，开始吧，正给你宣传你那桃花爆满山呢。哎呦呦，桃花开满山，开满山，来吧，赢了好好给你宣传宣传，来吧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伏特加，谢谢我们的如梦，谢谢。我欢迎我多哥啊，多哥一会儿给你介绍个妹妹。我给你介绍一个我多少年的好妹妹回来了，我以为她死了呢。六六的话上六六吧，我们先把散票追一追。欢迎回忆哥呀，这是刚才那个回忆哥吗？回忆哥你给我回来。
回忆哥，欢迎回忆哥吧，回忆哥抱一下哈。回忆哥，这女的不怎么好，快回来。谢谢谢谢谢谢，给回忆哥抱一下好啊。谢谢哎呀，回忆哥回来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说他们有六六的话，可以上一上六六啥的，我们可以上一上六六啥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妈妈留一半时间给我就完事了。啊，那我就开始了。那是快开始吧，别低调了。啊，有时候你太谦虚。有六六的话，直接刷六六；有一毛党的，可以刷一毛党啦。兄弟们，对面国王来了，他就是来报仇的。再次感谢我回忆哥，感谢我袁姐，兄弟们，现在听我号令，包裹里有玻璃球的都给小袁撇出来，有鱼的不要匹配以外再刷了，能不能在匹配以里给袁安排上？萌萌，大院的好萌萌，元哥的好萌萌，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刚才有个五弟的哥们问了我多少钱插花，啊，3万，啊，只要不是五弟的，一组你真鸡巴狗啊！你给我刷五角星啊！你真狗啊！你的钱啊，你摆八瓣花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！兄弟们，能补补刀补补刀，送你明细不要停。亲妹，别给贝勒画面，兄弟们把贝勒给我挤没。注意收藏，注意气质，王家大院气质这块，那你得死死的。欢迎我新妈，把我新妈抱上来。加点小心，兄弟们啊！把对面杀了，对面杀了，回忆哥救命！袁谦，等会儿，对面咱1414行吗？咱别偷塔行吗？守塔。杀了兄弟们，非常有战术，剩10秒了，感谢我多哥刷来的1414，谢我多哥守塔，谢我多哥，感谢我多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承让了六九军团，谢谢天道师傅，谢风云哥，谢谢，我们一直能过你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孩子太有量了，这孩子，对不对？谢谢啊，感谢兄弟们，感谢啊，谢谢萌妹儿啊，谢谢小叔，谢风云哥，萌妹儿，你这个小牌牌，抓紧时间抽奖啊，抓紧时间，真好。在、啊、桃花啊，我家一个妹妹，我家有一个妹妹，啊、她的刷的五角星嘛，让她抽奖。那个桃花开满山，兄弟们，咱们能那个给那多哥，你别走，一会儿跟你说个事啊。那个桃花开满山，兄弟们，这苦口能搜到吗？一个，
啊，辉一哥吧，谢谢辉一哥送来的云泉，谢谢辉一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辉一哥他不开心，好像。你能不能让你家大哥过来一下，完我认识认识。谢谢辉一哥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兄弟们说听了还不错啊，桃花开满，感谢感谢，开满山。我瞅一眼我的排行是目前是第一吧。我要是的话，我就好好给人那个宣传宣传，体现我这屋人多。哎，真不是，菲姐失望了。今天我妈排行妈的，让人给我踩够呛。我咋的了？我这屋人气不是最高的。谢谢，感谢秋哥，谢谢秋哥，你拉倒。那现实吗？一说这玩意儿，现实吗？那东西。上当了，你拉倒吧，谢谢。兄弟们，桃花开满山啊！我搜，没事我搜了菲儿唱的一首歌啊。我多了不敢说，我把这个绿的，我给你顶。大家伙喜欢这首歌的话呢，兄弟们可以关注一下沈曼啊，啊，关注一下菲儿这首歌叫《桃花开满山》，谢谢啊，谢谢，真好听，谢谢棒棒的，愿你越来越好，谢谢好吧，菲儿，谢谢大院的兄弟们啊，谢谢，对对对，还得再说一下，那会儿跟你弄是大哥来了，开玩笑的啊，我就好闹，没事，嗯、我主要是还是想让你帮我宣传一下，没问题，谢谢，感谢啊，十分感谢、嗯，谢，感谢兄弟们，谢。哎，赢了也是你，你这输了还是你，你这一天呢，我的星星，咋的啦？咋的了？小师傅，你是刷错了是吗？点错了，那你刷的是啥呀？啊，刷的是打狗棒是不是？欢迎往事随风哥，棒槌。没事，给我师傅来首歌，给我师傅来首歌。今天我也没唱的，好多人喜欢听的。没事。没事的，都是你飞的，都是你飞的。看见了，他好，应该是到家了，冯云哥。1 2 3 4 5 6 6 7 8，好嘞。你说最近常想起我的笑声和笑脚，小时候长大后再……我感觉我声错掉了，你等会儿啊！我是几个调了？我咋忘了呢？是七个吗？是七个吗？小师傅，别耍了，小师傅，我还没找着调呢。静在你身边，你27个。叫一声爸妈，能有人回答？地上都出不了。都说养儿养女为了方便。17个，你们又错了。你说最近常想起我的小手和小脚，小手长大后再没有跟你要过拥抱，你有的我在
你悲伤留下多少欢笑，可现在回家才发现你们悄悄泪弯的腰，多少次把我扶起转身又摔了一跤，抬头的一瞬间总看到你疼爱的微笑，身边你千万可别摔倒，叫一声爸妈能有人陪伴一生多重要，我看着你的走远，慢慢进入节奏。想让咱们家的蓝马的话，可以刷一组六六棒棒糖呀，或者是巴掌，就可以上一下我们4823的这个会员了。行，那我给你卡一下哈。不认识我啦？走路那有变样子吗？像我们的如梦。
谢谢。小直播间唱出了演唱会的感觉，现在差多了，不行，不跟以前了。谢谢我们的奋斗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幸运如梦哥，还有我们的战狼，谢谢我们的蓝天。战狼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还有飞燕千船歌，以及我们的那个落叶随风歌，谢谢我们的天赐，谢谢。我已经给你上完了，我给你上完了会员，你才给我刷的六六。这以后还得先上会员了，我看。大号丢了呀，大号怎么丢了呢？你是不是不能扣字啊，宝贝儿？接着来记着那啥，我给你上一个那啥，我给你上一个会员。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扣字了。千万不要相信那些骗子啥的，欢迎农民哥。因为呀，这些骗子呀会冒充我呀，什么充值返利呀，还有什么充值返利呀，还有什么让你什么连接呀，什么投票啊，这都是骗人的，千万别相信。你已经有会员了。LLUCKY 哥，谢谢我们的乱丢，我看乱丢有没有会员。有会员香风随缘哥，谢谢，感谢香风随缘哥。我正爱时机，你也送给我吗？所以哥，你已经有会员了，他们是故意的吗？感觉像。欢迎花猫，给我战狼哥唱一首老歌吧。像落叶随风歌，还有我们飞燕千船歌送来的神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《探情缘》。时光匆匆过，仿佛一切都变了。那个爱过的人啊，如今你在哪里？爱擦肩而过，让我受尽了折磨，被割舍的情缘不能愈合。我用真心来爱你，用无情的离去，爱情纷纷下去，不会轻易的。
错过了才知道什么叫珍惜。我问一问啊，等会儿这个伴奏做了还没做好呢，他说十二点吧，我现在已经挺晚的了。有空来，能不忙就可以来看看我。到年度的时候，能回来帮忙的话，记得回来也帮帮我啊。像我们的多多有糖。我喜欢老大，守护了四年，虽然钱不多，已经很好了。是你把牵挂记在我心怀，月光知道我的思念。感谢一下我们的本场共享，我们就下直播好不好？估计应该是不会上线了，应该是不会上线了。但是他们好像是让我等他了，但是太晚了也。谢谢金刚师傅，我把这个想一想。谢谢我们的风云哥啊，谢谢冷风。他应该这两天挺忙。还有我们的深蓝哥、回忆哥、六六哥、二九，今天不得不夸一下，真的，我们的催眠榜很厉害啊。还有我们的战狼哥，谢谢我们的十二，还有四哥，谢谢诚信，还有林，也就还有如梦，谢谢我们的胭脂啊，谢谢我们的九九，还有物流哥，谢谢令哥，还有我们的卡黄，还有最爱哥。哎呀，令哥来了，卡黄差点小哥哥。最爱哥其实也可以，最爱哥如果在的话，你也可以等一下，就200多就好了。那大哥早点休息吧。还有我们的点点，还有树凡哥、龙兰，以及我们的人质、聆听、小屁孩、独角、平安哥，谢谢我们的秋哥，还有我们走路带风、国海哥、一生挚爱、逍遥哥，还有我四哥，谢谢放弃，这是放弃什么？放不是放情弃爱吗？是吗？还有我们的春华秋月、小康哥、理想哥、携手哥，还有泰山脚下，以及我们的玄烨，还有刘哥、大地飞鹰哥，还有来跳个舞瞧瞧，还有心安理得哥，还有1234567890，还有我们这个那是谁，还有仙人掌、飞燕倾城哥，还有我们的燕妈妈。我还有不行，我还有个答应人家要唱的歌呢。我要答应物流哥，物流哥你还在吗？物流哥你还在吗？你要在的话我给你唱，你要是不在的话我就明天给你唱。看看物流哥还在吗？在呢，物流哥，那你得把号开进来啊，怎么还不使个号？为了就明天吧，那我明天给你唱物流哥啊，那我把这个歌给你们唱一遍啊。噔噔噔噔噔，他没有，我看看伴奏哈，伴奏还没好，等伴奏好了就好了。最后一首歌正好我们就下了。
一听这版字就不透。明天八点不见不散哟。